己快点长大，让更多更多的小动物受到保护。大自然的美是不能被复制的，我们应该爱护我们的环境，因为有些美好一旦失去，就不会再实现了。不要因为一个人的某一处缺点而否认掉他的全部，我们要用心来发现别人内心美好、更善良的一面。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成为一名内科大夫，以后通过自己对医学上的研究，治好妈妈难以根除的疾病，让妈妈永远健康、快乐、幸福。妈，谢谢你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即使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但你在我心中已经有很高的位置了。姥姥。